谁吐那个？手机存得了那么久吗？谁吐那个？懂吗？好像是不太行。对呀。我这回去见一下电视台。我应该怎么去找他？这太笨了。唯一有的。挤到这儿来，时隔一个多小时，大家能坐在这边听我们live， 就是来你们了。接下来由我们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个演出。
你声太小了，可以吗？下一首《小熊饼干》的《一个人看电影》。喂喂，哦哟。我们是大家新的熟悉的听众乐队，然后有点太小了，谢谢大家。记住你要兄弟，太牛逼了！谢谢谢谢。
谢谢。我介绍我们乐手啊，我们的贝斯手吴好吧，主音吉他黎叔，前奏吉他李松明，帅逼，我们两位可爱美丽的和声小姐姐周文明和孙天英，还有我们的鼓手秦老师，键盘两老杨杨建平，别爱的太深，他可是可能他是博士，会给你们出卷子的，有时候。直接没爱了，直接爆仓。我们还有一个名称叫战番乐队哈，我们组织乐队，就是为了能够在疫情期间有合情合理，而且虽然不一定合法，就是能够。能够很 fake message 的去餐厅吃饭，聚餐，这顺带组的一个乐队，是蛮兄弟。好，接下来四首是台湾独立音乐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们都懂怎么游戏，寻风寻转地的开心，同伴不在学校里面，十月外就没关系，特别有爱的教育，距离要爱越放弃，不管是谁先约了谁，十月外
蛮惊喜。还需要两个运气，你能把他那边的观众帮我传一下吗？谢谢吗？Hello， 喂，OK， 很舒服。Thank you。接下来啊，落日飞车的蛮清醒。
谢谢。下一首草原没有派对的山海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我不够介绍了，我们的上期的萨克斯手王博。
是 continue 的吗？下一首这个 Jones 的海浪。
这两种名字是换气的，就是不最后一首不好意思最后两首是高木优子枪花的五首诗，对，还可能想赢啥？还那个啥是吧？于姐，你要不要换个造型啊？狂野，情况应该。你和那几个肉，我比他长。一般穿着内裤的吗？你是最好听的。一般穿着短裤的，没有红色的呀。Thank you.
安口了吗？还没说结束呢。谢谢谢谢，下面有请我们可爱美丽的和声小姐姐辛天一帮我们唱这首歌。他去唱好了吗？Bye.
再来一个，谢谢大家，下次有演出，欢迎大家继续来捧场。听好，我们下面还有老师发酒，还有很酷很帅的 DJ， 可以陪大家玩到两点三点 ，never 没有问题。大家不要支持今天的吧台，酒好喝。好。那个亲爱的们，你们如果想不是可以的话，跟乐队一起合照影可以吗？可以。哦也得七八十个人，为什么？茄子，慢了。我觉得下面他妈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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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